干什么啊？是哦，它总共是几30秒的吗？还是15秒的？因为好像我之前有观众说这个广告有1分钟30秒，我想说怎么可能那么久？1分钟30秒，哎，哇，那我可能要再去调整一下。因为我的直播时长只有1个小时，所以他可能可以塞的广告不多，就给你塞这么多。
现在这个边边，我就觉得这两块地方就觉得很麻烦。花纹的话，可能还可以，还可以有得比对，但这两边就有点困难。不然我现在发觉这个，我可能买的那个片数太少的话，一下子就拼完了。纯白地狱，没有铲子啊。
臭死，刚大完便。
电脑。
嗯。